虽然远远比不上其他外星学院的天骄，但我方天王也要创造属于我的记录。方师兄定能破掉学院记录，那李安根本没法和你比。李安，不必提他，那家伙敢在这里四处闲逛，恐怕早就被淘汰了。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下场。李安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。我如今背靠方师兄，积分肯定水涨船高。是李安，他怎么回来了？小子，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害怕了？李安，你还真是让我看不起，有本事被淘汰了也别回来啊！我舍不得你们，给你们送礼物来了。礼物？礼物？什么？这是。我不要被淘汰！趁着现在，解决几头妖兽。好险啊！幸亏方师兄替我挡了一击，我才没被淘汰。是吗？李安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医生趁热打铁，解决最后这几家妖兽。就剩我一个人了，这要站到什么时候？再去岛上斩灭些妖兽吧。妖兽也全部解决了，我的见解得到了巨大的提升，感觉隐隐要突破一些桎梏了。但接下来干什么呢？再四处看看吧。这里怎么会有一道屏障？躲开！无聊啊，这一关啥时候才能结束？我都在海上漂了三天了。啊，这是龙！我去，朝我来了！龙，龙被吞了！我的乖乖，这是啥地方？一条龙被吞了，完了，这大家伙盯上我了。这大家伙一口能吞掉一条龙，我估计不过他塞牙缝的。香喷喷的气息，朱爷救命！瞧你这点出息，都吓成啥样了？朱爷，快别说了，这太吓人了，咋办啊？自然是炖了。啥？俗话说得好，鲲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朱爷，你别玩脱了。放！什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这家伙的肉可是极品，赶紧收起来，回去炖了。不是，朱爷，你这么厉害啊？这才到哪儿？朱爷，我当年那是干翻一个修仙星球的人。朱爷，现在我对你的佩服犹如银河滔滔，直冲寰宇尽头。行了，你赶紧把碎肉收起来，以免引来更强的大妖。朱爷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哎呦，当年的道伤终究还是没有好利索，稍微动点实力就腰酸背疼的，这次要睡些日子恢复一下了。差不多了，昆的碎肉都收集起来了。桃仙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又灭我的小可爱了？哎，不对，这次你灭的是我的大可爱。哼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根本不是第三关的试炼范围。不是第三关的试炼范围。我说怎么会遇到变态的大妖？这要什么人才能通过？
你怎么过来的？这里有屏障在，寻常修士根本过不来。我一剑劈开屏障就过来了。我那大可爱也是你灭的？大可爱指的是一条蛟龙，平时我拉车用的。那和我没关系，是鲲把它吞了。原来是那只恶鲲。也对，凭你的实力不可能灭得了蛟龙。恶鲲呢？跑到哪里去了？被我灭了。祝影的存在是最大的秘密，祝影说过不要暴露他。啊，你你不可能。桃仙子我聪明绝顶，不会相信你这种话。这是他的肉，可以送你一块。这还真是恶鲲的肉。恶鲲真的被你灭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